哎、欸，你前面有一个那个坡坡。OK。哇，他超秒哎、欸！哎呦，有可能假没了。哎、欸，红来对，绿红来。又，哇靠！哇！这我组想问织你带大炮，你带懂没得啊？梦梦哥还讲你会用 SL 啊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这种人吗？菜呀、啊，我这么菜。别再打一场，哎，他还没来。对哦，可以再打一场哦。对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现在可以不用拿外送。忘了，刚那个雷炸两个、欸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就点到他头啊，没有助攻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雷加布，雷加布。阿干呐，真要阿干。我是，你死了，你死了是不是？哦，你是强迫症患者，我给超久的，哪个方面啊？这个部分，不见得哦。有些人可能只是假的强迫症，我觉得我就是假的。你的确死了好几次了。阿婷，下班了。哦，阿婷，你刚刚没有看到我啊，好痛！我刚刚压到一个超远，不是这场，再上一场。那、我们用三倍，然后用红点压一个超远，我都已经快看不到那个人在哪里了。本来是两组。要去哪？引发啦！发了啊，没办法做那个啊。你拿车。嗯，是陈有人吗？是陈美的。是真没人嘞、欸，嗯，看到右边好一组，右边好一组。嗯，他们刚刚就一直在，一只，就一只哎、欸。我们这边左边有一只，他下去了。我先下啊，逗他了，先弄他。好，两只，他那边两只。哇，他喽，沙孔你那边。
靠北。他跳出去了，他跳歪了，他跳歪，他去那个橘黄橘那一栋。我一整栋没枪，击败他有枪。我他妈整栋没枪。你有枪吗？有有有，他应该跑掉了。里面一楼有那个 M 一六。我靠背啊！他妈架窗口，干你娘！看到来不及。那你也可以动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过去吧。水啊，九十一啊！我身上有 M 爆小锅，很硬。我 MK 八倍。走走，去银盘快收，老郭。真的大台，你没有看到刚刚都三十几个，最高35吧，刚刚都大概28、35左右，一直跳来跳去。哦，我刚才现在少了一点，快到晚上，那种大主播都开始开台。人数就变少了。为什么我自己开车，然后还碾到自己脚的问题？那台车坏掉。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我被那台车撞一下。你是不是没有拉手刹车？没有。啊，那个车子就这样跑走欸。给他跑，旁边还有两台啊。哦，好啦。确实。你叫他卖爬椅啊！你唔紧叫。要打掉那个啊，沙狗啊，没送啊。拍掉沙狗，你拍掉啊，那是队友啊。沙狗，你那边那么肥哦，操！啊，你那边好肥。对啊，一致哦。没差，这把也是最后一把。可以走了呢。我拿上我的东西，我基本上不用收了。太肥了。哇，那一只我很肥啊，真的很肥。我一开始那个双层有没有？连把手枪都没。唯一有攻击性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大砍刀。对，大砍刀。哦，你们每次都无视我，现在就逼你拿。
可以走了。我也可以走的。并差呀，你队长。我队长哦。我队穿墙嘞。你还没有死就起来看。走喽走喽。哦，睡。嗯，好吧。你有Sony啦？Sony都叫我开车啊。我现在心里就只有那一个字。他知道我要讲什么，马上抢座位。他这是查某囝，你有敢跟他在一起？哈哈哈。没人捡 A U 去打人，没有人在看他呀。我台那么多人，也只有你在看而已。你们刚刚整排都是你的留言。刷好刷满。下班结束，好啊。我等下打完这把吃饭，然后刚刚猪猪有问我，吃完饭就可以打。我绕右啊，你左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架你走，看你。谁知道吗？他，因为我从那个啊，一字头出来的时候，他那个叫什么，前面的窗没有看到人啊，所以我只好绕另外一边。啊，因为你没枪啊，所以我就绕另外一边啊。我有枪的时候是，我不是拿那边，我是拿另外一个小房。啊。那个平房那个厕所，对对对。结果我进去干娘嘞。大家 AK， 啊！我刚刚那双层里面啥也没有。啊！我应该没注意，我差点就要死掉了。上车滑手机，下车尿，差点就直接原地尿尿。哇靠！腰。有车身，三三零，三三零。好，还有吗？好像只有这两个。我八倍，八倍，八倍，哦哦哦。香的嘞，不对哦呀，嗯，
又有大炮就地上，这边的枪声，他一定很干，傻小啦，为什么有人？哦，就叫你不要走这边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戏精呢？哦，为什么等等啊那样？有经验哦。哦，他捡超多烟的。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为什么我喜欢去打架？哪里开着开着就没了，还不如去打架，还有游戏体验。打着打着就输了。对啊，输了没关系啊，至少哦，你有在打架啊。哎、欸，你像这种开车开着一下来，干嘛？不，直接收宝宝，直接白给。对啊，不要了，两只哎，会不是他们的队友？有可能哦。叫我了，刚刚去商标。不，他带两下也不差。那么不敢了，不急。哎、欸，阿顶够不急，不急。我有时候，我有时候磕磕吗？没有，不急，不急。我只是提醒大家，譬如说提醒大家 ，AI 十秒，缺他有十秒，就这样而已。哎、欸，不急不急，我知道不急啊。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缺他有十秒、啊。他怕你紧张没？哦，哇，哎、欸，有人在揍你耶，阿顶。啊，看你不顺眼啊。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啊。我想说，我只是提醒各位啊，就不急。他也只是提醒各位啊，提醒各位不急啊。我说这圈有没有啊？可以走掉，要不要？立标，来，立标可以吗？哎，不急不急，我先走了。我也知道不急，我是要提醒说，看我在问你能不能这样走。这样。走心。我车卡住，哥、哎，我车卡住。总统，林班，干杯。感觉可以捡哦，感觉可以捡哦，你们可以捡。来啊，我要种地去了，来捡。你要捡吗？你要捡吗？你要捡吗？那个有只鸡。什么啊 ？Farmers 啊 ？NK 医师啊。啊好啊，你医师哥哎。加班。我发小。你十万的人，老肥这门是卡住了是不是？你十万就要拿十万的电脑的那个啊。电脑。的枪。对啊。有十万的电脑可以给我拿，他会说不可能的、啊。我怕等下阿尔就出现了。怎么十万的电脑哪里哪里？我昨天也梦到哎、欸。偷我臭，我没有臭啊，这里有补偿。这不是臭，我帮他讲话。You a challenge girl. 因为阿婷要考虑别组的进圈路线。没事啦，什么东西？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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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才是臭吧！看，762，哎，这有狙消哎，有没有人拿单狙？我啊，你要吗？我啊，当然要啊，有你的加成。我还没碰过他，就看到他哎，哎呦，不急，哎呦，这缺我不会只是来跑来捡个狙下我就没了。不会啊，
其实这里不错哎、欸，老实说。我有来打我哎、欸。这一波应该有一组，然后打我的应该是我们刚刚楼上的三包预标吧。我真的好想做一件事情哦，请说。绿线怎样？你要爬啊？我是我啦，可是怕走了会被撞，因为人数还没出来，我怕我这样上去啊，就是我们全还行啊，不行，對，但有点低是真的。有没快扩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开，你哪遐肥啦？有没有三倍啊？没有，我也想没有想知道。蓝线很可怖呢。我叫狼，蓝标只加裸了。这边车队，车队，车队，马路。满编，这两只，四只，单标一个裸的、哦，他们是全死，一二三四，哎、欸，好像不是哦，还剩一只，头上在裸跑，头上是哪里？这里，三只。MK1 的消音真的超小声，哇操，这圈操，你看是不是还好你没爬山？可是我爬山那边也是圈内啊，而且一望无际耶。下来咯，对，哦，你可以爬、啊，可是你爬到中间这边，如果没有爬上去的话，会被上面。裸抽，好，左边石头。嗯，会不会有人踩我、头上？刚刚看这边跑一只，这里车子，继续往上，这里，那边我们看不到，哦，没事。要走了，应该这坡，应该这坡。预标下烟了，那是掉空豆哎、欸。上一个三标，你说车库吗？对，
这边裸跑，超多裸跑。这边裸跑，我不在。然后有一个往上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七十十三。那两边好像在对打吧？对，那那边对那边刚刚没打完，哎、欸，那人数就出来了。我要去试标石头了。好，我要绕了。好，可以帮你加。就是他山下那边的我加不到欸，不是啊，四标位置很好，为什么他们要放掉？他们没有放啊，他们还在吧？他们往另外一边跑啊。那个还在，那那他开车干，让回了。哎、欸，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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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点。我知道，这边有车没关系。打一枪，你可以摸，他才最好看的。他再多少上去了？终于我们要往上，队友，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，凶啊凶啊！救生机，救生机！为什么打不到他？还剩一个，还剩一个。那边倒两个，靠背！哇靠！我这边一个飞补，我这边一个补，我这裡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脚下，脚下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石头。你们得进圈了，如果算了。但那刚刚边差一个、欸，妈的！空投又来了。我、哦、那个好猛哦，被头被差点被他点爆哎、欸。是我觉得我好像救不了。无刀，你要打起无刀。对啊。救不了吗？应该是救不了。梦雨现在来是救不了的。对啊。哦，开车的话可有机会哦。开车吗？但风险大哎、欸。你刚在这，你刚在这边开车的话就来得及。风险很大，有声音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踩这个坡，踩这个坡，对，踩这个坡最好。他们下来都必须被你们抽。哎，之后收你，看你的左手边。你要注意你左手边。正上面跟左边，左边应该三个，两个，蓝标，干，那好猛哦！你为什么没开到？离近有开到最大吗？有啊，刚明明没有，下来了。打上去，他们开车下来。
中你先打右边。我被推。看他们打的怎么。他推了，拿石头位，拿石头位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至少拿到石头位。压脚步。那个说你可以往空口那边绕，你至少靠一个拿空口当掩体。他们在救。头上还有人、欸，对，他们被打，他们被打，丢了。用我们头上这个吧，他应该只有一个。车后，车后，车后。五点三一个，二打二，二打二，我这次打，剩一，剩一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剩我脸上，冲头枪那边。那慢点，慢点，我大步，我大步。我躲开、啊，我这边，我大成一滴，碎啦 ，nice， nice， 哟，耶。就根本就不应该换大把。那迷你他那个开车下来还可以顶，大把要给我，我有大把之后就可以带你们飞。大把你死后他才掉下来哦。啊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我去洗澡澡了。七七七七七，嗯，是啥哎？吃饭，吃饭。你们都好强。你不是六百吗？只打到最后那一个而已。你六百耶，可是你六百。只打到最后那一个而已啊。我有一个是偷的。吃饭。你好强哦。我又打他哦。我打他有最后一张脸，我被气到。拜。我说你整体呢？哦。很强啊！午饭应该到了吧？不可能，我都吃鸡了，还没到啊！到到。啊，去拿饭。
感谢酒桶，太突然吧。我今天人也很多呢，大台鹅哦。哎，上公公啊，是哪的？大台杆。我要再来一个方面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操作？就我要把汤倒在这里面。清明节等鹅肝要拿来拜祖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OK， 现在是第二次时间。幼鱼在吗？幼鱼不在，就继续看刚刚那个了。看电影喽！把他的面都结块了吧？접속해가지고 예전에 100원